2010至2011学年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初中毕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请全体肃立。
咁呢個歷史話俾我哋知道，我哋要多謝。呢個人生，我哋會睇到唔係我哋一個人去度我哋嘅生活，而係我哋左右前後，我哋好多人幫我哋一齊喺呢個社會上生活成長，分擔我哋嘅責任，分享我哋嘅生活成果，亦都睇到我哋嘅成功等等。今日我哋懷著感恩嘅心，多謝上主，要多謝政府，佢點樣照顧咗我哋，特別喺呢二三十年。我記得當初澳門政府對私校係無能為力，唔係政府唔想做嘢，但係政府自己個能力係有限。記得政府當初邀請施以廉博士嚟照顧私校嘅時候，佢會拜訪每一間學校嘅校長。當時佢同我講咗好多佢嘅計劃，同埋佢艱苦嘅工作，佢嘅困難，佢都邀請好多人同佢合作。經過二三十年，今日政府投放咗唔少嘅資源俾我哋，幫助我哋嘅成長。呢種努力，政府未曾停止過。我哋尊敬嘅教青局局長今日亦都要喺政府行政會議裏邊，為我哋學校教師同學出咗唔少嘅努力之外，還要同政府一齊參與呢種立法嘅工作，為使到我哋教育能夠得到一個法律上嘅保證，同埋點樣支持我哋嘅教學同工，特別我哋嘅老師同埋各位同學嘅成長。所以我話多謝係我哋應該有嘅。我哋明白多謝係責任嘅時候，我哋就容易盡翻我哋做學生嘅責任。今日你哋完結咗一個初中嘅課程，呢、這個除咗感恩之外，亦都係高興嘅。因此，我代表學校恭祝各位同學有今日咁嘅學業嘅成就。固然呢、這個成就係每人不同嘅，但係無論點樣都好，係經過大家共同嘅努力，同埋老師嘅合作，同埋家長、政府對我哋嘅支持鼓勵，你哋今日能夠站咗喺度，我畢業啦！今日係我咩嘅大日子？呢個日子喺宗教方面咧特別重視嘅。我今日係聖約翰瞻禮，聖約翰係澳門嘅主保。咁樣聖約翰，佢嘅使命就係將耶穌介紹俾世人，呢個係救世主。而佢用佢嘅生命，用佢自己嘅一種個人嘅操守，去幫助耶穌入到呢個社會，使到耶穌能夠完成佢嘅救世工作。今日係聖約翰瞻禮，慶祝聖約翰的誕生。聖約翰他誕生之後，他爸爸要跟他拿個名字。約翰的名字不是他家族的名字，家族沒有這個人的名字，所以那些人問他用叫什麼名字，他爸爸說他叫約翰。那些人很驚奇，怎麼拿這個名字，就問了這個小孩將來會成為什麼人，他這麼特別的。今天也都是你畢業的日子，我希望用這句說話跟大家互勉，我將來成為什麼人。人家會寄望於我們每一個人，我將來是怎樣。我們畢業了，肯定下一步的工作生活就是繼續學業，但在我入的過程，在我的將來，我
我要成為乜嘢人物？呢個答案唔係老師可以俾你，係你自己做嘅答案。我要成為乜嘢人？今年喺我哋創校80周年，我哋都選咗我哋嘅主教佢嘅格言，做我哋一個鼓勵，就係蛙向深處。我哋唔滿足喺而家，我哋睇將來，我哋要走一個更遠更遠嘅美景。蛙到邊度？你將係咩人？蛙到邊度？係你要答覆嘅。所以我哋呢兩句説話勸勉大家同學，繼續努力，使到將來人哋問呢個人將來會成為乜嘢人物，或者大家問一問自己，我要蛙到邊度？我隻船，我人生嘅終結要走到邊度？願上主祝福大家，使你哋喺學業成就之外，繼續努力同你哋嘅老師合作，同你嘅家庭合作，同你嘅朋友合作，同整個社會合作，將來喺你哋嘅生活裏邊，麻煩政府知道，我哋唔好枉費咗政府對我哋嘅期望同埋一種咁樣嘅協助，幫助我哋成為一個有用嘅人。今日喺報章上有一個對年青人唔係幾好嘅一個説話，佢話喺個民意調查裏邊，有60%嘅答案咧係幾對自己有信心，亦都肯向外闖一闖，但係亦都唔少嘅青少年咧係抗拒外來嘅人才嚟到我哋嘅社會，怕競爭。嗱，呢個我哋嘅心態咧，值得我哋研究反思一下。我哋學校盼望能夠栽培大家嘅，唔係你哋有咩嘅成就，因為埋好多長嘅道路你哋要走。而盼望我哋能夠俾個基礎你哋，不斷咁樣增加自己生活嘅能力，面對將來嘅能力，將來係點樣，我哋冇人知。但我哋嘅能力要培養嘅，要儲備嘅，無論係知識嘅，無論係做人嘅，無論係自己嘅心智嘅，無論係人際關係，我哋一種能力能夠對呢個社會、對自己係有貢獻嘅，係有使命感嘅。呢種生命嘅能力，我哋盼望能夠幫大家一齊去努力。所以希望我哋唔好滿足於今日所有嘅，問一句自己：我將來要成為點樣嘅人？亦都要求自己花向深處，唔好滿足於現狀。好多謝上主俾你嘅祝福，亦都希望上主祝福大家對政府嘅合作，同埋老師、家庭對大家同學嘅關心。希望大家同學自己努力自重。希望上主祝福我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校長經常提醒我哋同學呢一句説話：你將來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希望每一位初中嘅畢業同學能夠記喺心裏面。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教育暨青年局郭小麗副局長為我哋呢一次初中畢業典禮致辭。各位老師、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早晨！今日我非常之高興能夠嚟到聖若瑟中學參加你哋嘅畢業禮。我喺呢一度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年局，祝賀各位畢業嘅同學。你哋今日
參加呢個畢業禮，代表咗初中階段嘅完結。但係你哋即將會面對另外一個階段嘅挑戰。其實初中階段我哋所學嘅只不過係一啲基礎嘅科學文化知識，係為我哋打好基礎嘅。將來我哋升上高中之後，相信會面對比較大嘅挑戰。但係相信喺各位同學嘅自強不息、努力不懈之下，亦都得到我哋嘅師長、同學嘅協助、父母嘅關愛，一定能夠面對種種嘅困難，喺知識海洋之中尋找到更多嘅寶藏。踏入21世紀，我哋嘅世界已經是一條地球村，而這條地球村亦都運作得越來越趨成熟了。而在這個地球村之內，我們的競爭呢是日趨激烈的。哪一個國家它擁有優秀的人才，它就能夠在這個競爭舞台之上脫穎而出了。大家都知道澳門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地方，因此呢我們對於人才的需求呢就更加緊要。特別是今天澳門已經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旅遊城市，我們更加需要多種的人才，而國家亦都是飛速的發展，對於各類優秀的人才呢需求亦都十分殷切的。教育暨青年局提出了10年教育發展規劃，我們的目標是提升教育的品質，培養優秀的人才。我們其中的重點是希望在非高等教育的範疇之中，培養一些可以面對將來挑戰的人才。各位同學，你們是生逢其時，正如剛才校長所說的，政府在教育方面是加大了個投入，在未來我們也都會繼續循著這個方向去發展，那我們會繼續加大我們的投入，希望能夠培養到一些適合澳門社會發展的人才。所以只要大家能夠繼續努力去學習，自強不息，將來一定是可以成為澳門社會的需要的人才。澳門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是等著你們的建設。關於人才，我想呢就不單單只是擁有豐富的知識呢就是人才。在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品德也都是相當重要的。在聖若瑟中學，你們的校歌就有志以廣，德為輕。那我想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寬廣我們的智慧知識，另一方面呢也都是要注重我們人格品德的培養，唯有兩者兼備才是一個優秀的人才，才能夠為社會作出貢獻。80年來，聖若瑟中學為澳門培養了很多人才。聖若瑟中學不單止著重學生知識的培養，亦都著重培養學生平等博愛、尊重他人、服務社會的精神，而這些是非常之重要的。我本人相信聖若瑟中學會繼續努力為我們澳門社會培養更多出色的人才。
最後我亦都提一提大家，感恩同埋惜福係好重要嘅。剛才校長咧亦都係提到呢一點，喺我哋成長當中，我哋周圍有好多人俾我幫助嘅。喺學校入邊，我哋嘅師長啦，我哋嘅同學啦，甚至我哋嘅職員、我哋嘅校工，對於我哋嘅成長都係幫助好大。喺屋企，我哋嘅父母、我哋嘅長輩、我哋嘅兄弟姐妹，都係喺我哋嘅成長路上給予我哋好大嘅幫助。所以我哋一方面要珍惜我哋嘅學校嘅生活，我哋家庭嘅生活，我哋能夠有咁好嘅環境去學習。另一方面，我哋亦都需要係感激我哋身邊每一個人。咁而家我哋點樣去感激佢哋呢？我相信最簡單嘅就係我哋珍惜自己，努力去學習。呢個就係好簡單嘅，能夠表達我哋嘅感恩之心啦。喺我結束我講話之前，我祝福各位同學能夠奔向光明嘅未來，亦都祝在座各位平安喜樂。多謝大家。跟住落嚟就係你哋畢業接受文憑嘅時間啦。以下落嚟係授憑儀式嘅開始。首先，我哋係頒發初三甲班畢業證書。現在有請初三甲班嘅同學逐一上台。
玉成校長為我哋頒授畢業文憑。請畢業同學代表上前接受證書。
為我哋頒授畢業證書。請畢業同學代表上前接受證書。Thank you.
哋畢業同學呢一份脫俗嘅氣質。畢業生當中，有啲同學喺學業嗰方面努力不懈，堅持理想，勇往直前。現在我哋就有請教育暨青年局代表郭小麗副局長為我哋頒發喺初中畢業生當中兩名成績最優秀嘅學生。我哋大家都喺度谂，升中学之后，我哋究竟会面对点样嘅人、点样嘅同学、点样嘅老师、点样嘅课程？当我哋第一步踏入我哋嘅课室，我哋都系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系因为我哋踏入咗一个未知嘅世界，我哋害怕系因为我哋唔知会面对点样嘅人、点样嘅事。在我們今年裏面，大家回憶一下，我們在慈青營裏面，我們一起拉緊繩索，一起大聲地為我們的同學打氣。在球場上面，我們上下一心，奮勇盡擊。在歌唱比賽的時候，我們大家為了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透過這些活動，我們大家都學識了團結和信任。無論結果是怎樣，只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過，這樣就是我們最好的回憶。初中的這三年，我們實在要多謝很多的人。首先我們要多謝的是我們的學校。曾經我們在一個活動的分享上面，我們聽過這樣的一句話，有選擇的權利就是一種幸福，而我們學校正正就給了我們選擇的機會。我們有不同的選修、不同的學會，喜歡唱歌的可以唱歌，喜歡跳舞的可以跳舞。我們所以要多謝學校給了我們發掘自己天賦才能的機會，令我們可以向著自己的夢想飛翔。我們要多謝我們的老師，我們可能經常都很扮演，
我哋成日都好曳，會令到你哋好嬲。我哋成日都係做事半途而廢。我哋會因為驚失敗而唔敢去嘗試同埋參與。老師，係你哋教識咗我哋去包容，係你哋教識咗你去要負責，教識咗你要去勇敢咁面對。老師，係你教識咗我哋，係你教識咗我哋知識，係你俾咗我哋智慧，係你俾咗我哋勇氣。老師，喺呢度就衷心咁多謝你哋，仲要多謝我哋親愛嘅父母同埋家人，多謝你哋一直以嚟無微不至咁呵護我哋。開心嘅時候有你哋分享，難過嘅時候有你哋安慰。在我們失敗的時候，你們要在我們身邊鼓勵我們。你們一直給了我們力量和信心。雖然我們還未可以給到任何物質上的回報你們，但你們要知道，我們已經大過了。我們開始懂得思考。今天我們終於畢業，我們要踏入人生另一個新階段。親愛的父母，多謝你們，如果沒有你們是不會有我們的今天。還要多謝和我們一起共同進退的同學，三年同窗，讓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我們難過的時候，我們會一起分擔，一起面對。在我們開心的時候，我們一起分享，一起歡笑。多謝你們讓我們有一個這麼充實的初中生活。雖然我們不知道我們未來會不會同一個班上學習，但我們相信無論時間、空間怎樣去轉換，我們的友情都是永不改變的。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充滿著期待和展望。初中的畢業並不是代表我們學習的結束，而是我們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困難和挑戰等我們。但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互相幫助，只要我們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任何的難關我們都可以闖過。最後，我謹代表初三畢業生在這裡再次多謝學校和各位師長，並承諾日後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學習，不會辜負學校的栽培和師長的期望。多謝各位。我們都講了很多同學的心聲出來了，現在我們的畢業生同學也都很想唱一首歌去代表他們感謝所有在他人生當中幫助過他們的老師、同學和所有學校的人員。現在我們有請初三畢業班的同學上台，和我們獻唱一首《愛是不保留》。
感謝之歌。我想每一位老師在場聽到的時候，心裏面都會很感動。因為雖然這班同學在中一、中二的時候，可能曾經某些老師都會想，我們要放棄他了，為什麼你這麼曳的呢？為什麼你這麼不聽話的呢？但是當他們今天站在台上的時候，我想以往的中一、中二的調皮頑皮，可能到今天每位老師心裡面都放下了，都覺得他們是一定會長大的。只要我們每位老師給多些時間，給多些心機去感受一下他們認真地給我們看到的改變。在這裡初中畢業典禮已經去到尾聲了，很多謝各位嘉賓、家長和同學的莅臨。最後我們會唱出一首代表聖若瑟的歌曲，作為畢業典禮的完結的序幕，請全體肅立。